据我们调查，房门从内部被反锁，窗户由阀在房间内打开，现场是个密室。想把你定罪还不容易，到时候你就等着吃牢饭吧。 分清你找来的，把我定罪扣帽子，我倒是可以帮你一把，1000万。在这个社会上可以用钱摆平的，就不算什么麻烦。老女人的钱，吐一点出来就行了。这个世界真的没有天理的吗？你以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？ 你以为这么简单，一切就结束了吗？